请掀开经本，旧盘查往长行第五句看起。可不为旧查盘往，得开示一切众生安稳无为道解脱门。这一句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提示，世间祸苦可谓不安，菩提涅槃安稳无为，万恨为其阴道，则微灭果尘矣。清凉的解释，文字虽然不多，说得很清楚。鬼王的名号啊，旧盘查，我们也可以称他是鬼王，也可以称他是天王啊，他是在天与鬼之间的啊。那么在第一尊呢，这是增长旧盘查王，就是四天王里面啊，四天王里面南方天王啊，南方增长天王，他们都是属于一类的。我们今天讲他属于一个族群啊，一个族群。他的名号啊叫可不为，这个名号是特别提醒我们啊，很恐怖，很可怕。什么事情值得我们不为呢？啊，清凉大师在这个注册里面给我们说出来了，世间的祸与苦。说祸说苦当中还有一个业，祸业苦，它不是漏掉，它是省掉啊，省略掉，我们看起来一定就懂得了。六道众生迷惑造业，感受苦报啊，这是可畏也，可怖啊！啊，迷惑是没有能力辨别真妄。没有能力辨别邪正，啊，邪正比正妄啊低了一级了，啊，宇宙之间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啊，佛讲到究竟处。告诉我们，性是真的，相是虚妄的，性是能变，相是所变。啊，能变是真实的，是永恒的；所变是暂时的，是幻化的。
能变的是自信啊。这是真的，我们要认识。啊，自信，佛称这一桩事情的名号，在佛经里面说了几十种之多。啊，佛何以说这么多名相呢？这个意思就是教给我们，不要执着名相，名相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你只要懂得这个意思就行了，一意不一语。啊，佛这样说法，用意很深很深。啊，我们现在生活的空间扩大了，啊，与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族群交往的机会也多了，越来越频繁了。啊，同样一个意思，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族群它就有不同的名词。啊，譬如我们这一次过年呢，这个是我们举办了一次世界和平祈祷大会。啊，和平这两个字，我让同学们收集。啊，不同的语文，这个和平两个字的写法、读法，啊，同学们给我收集了26种。26种不同的文字，意思都是一个和平，啊，意思完全相同，所以佛说法的深意我们就懂得了。这一意不一语啊，这意思是一样的，随便你怎么说法都可以啊，不要执着啊。哎，你说错了，我这个是对的，那永远这官司打不清啊。啊，永远都变成在争执上，所以一意不一语，这问题就化解了。啊，所以佛对于自信，啊，说了几十种这个名词。啊，真心真如，啊，佛性，啊，这个第一义谛，都是讲的这桩事情。这是说真的。如果我们认得真的了，那个妄的你就真正明了了。啊，我们今天大家都想的这个虚妄为什么放不下，是因为你没有认到真实，认到真实了妄的就放下了。真没认得吗？真的认得了，在佛法里面讲呢，叫化身大士，你不是普通人了，你圣人了，那不是小圣了，是大圣了，啊，明心见性，见心成佛，啊，见心的人当然放下了，为什么呢？十法界一真庄严所变。啊，我要能变，我不要所变。我有能变，那喜欢变什么就变什么吧，这就自在了吧。啊，所变你才放下吧。啊，我们今天就是不明了这个道理。啊，不认识能变的，所以所变的我们就执着当做宝贝了，怎么也不肯放下。啊，这个道理在此地。
像我们啊，举个简单比喻来说啊，我们吃桃啊，小朋友拿到这个桃好吃啊，你叫他送给别人他不干了，他很执着，他不放不下了。桃从哪来？桃树上长的呀。那人都得了桃树了，桃接下来就可以送人了，就可以布施了。他那话不是树什么的树啊，树能生的，那桃是所生的啊。我们要掌握着能生能变，那所生所变那太自在了。谁认识呢？这法身大师认识了，啊，他明了了，所以他永远离开部位了。啊，我们一般世间人最害怕的事情，害怕什么？害怕不活。为什么对于一切物质种种这么执着呢？因为我要依靠它才能活，离开它我就不能活了。它部位的是这个，所以这部位的根源我们要知道。如果你要是见得性了，你才晓得没有生死，生死是幻象啊，不是真的，是假的。于是乎你就不害怕了，啊，不会再贪生怕死了，啊，不贪生不怕死还有哪一样放不下呢？啊，然后才懂得设法界一真庄严是自心所变现的。于是身相自在了啊！你看经上所说的诸佛菩萨化身大士，随类也化身啊，他要得这个身自在啊，想得什么样身他就现什么身，想得什么受用他就实现什么受用，都是自性与变现的嘛。啊，那也许同学要问了，既然自性变现，这个诸佛菩萨啊，这些大圣大贤都是见了性的人，为什么不现大富大贵呢？为什么要示现那么样贫穷，那么样困苦呢？这道理在哪里？这个道理在世间苦人多啊，因为世间苦人多啊，要示现清贫啊，安慰贫苦之人呢，劝导富贵之人放下了。你自在，你不如我自在啊。这个教化用意很深很深呐。那么佛现不现富贵呢？现富贵，在天上就现富贵。啊，天上人大家都富贵嘛，我比你还富贵。世间人贫苦的人多吗？我比你还贫苦。你看，这就叫大自在呀！啊，他现大富贵，他并没有乐受；他现极贫困，他没有苦受。啊，我们凡夫有苦乐忧喜舍的感受，他没有。他永远是清净的，
永远是平等的，永远是自在的。佛法的教学，这最后的目的是要叫你提升到这个境界。但这个境界不是我们短时间能够成就的。所以佛才把这个教学的水平降低。你看我们在四教五教里面所读到的，释迦牟尼佛成佛，示现成佛，第一步讲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华严经是佛在定中讲的，我们世间人看不到啊，只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打坐，哪里知道他在那里讲经呢？他在那里开这么大的法会。经典里面记载二七日中讲的，也有说三七日中讲的，二七十四天，三七二十一天的，讲出这一部圆满的大经。这个大经是如来果地上啊境界。说了多少呢？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600年，龙树菩萨出现在世间。龙树菩萨是现在非常聪明，我们中国人所讲的一目十行，过目不忘，他有这个本事。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学生们整理，汇集成为书本，我们今天称为大藏经。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部丛书，一直到今天还是最大的一部丛书，没有任何书籍能够跟它相比的。龙树菩萨3个月的时间全部读尽了，就在世间东西他学完了，于是生起大我慢，是贡高我慢。现在人说值得骄傲啊，那就目中无人了。大龙菩萨看到了，把他接到龙宫里面去。龙宫里面呢，藏着有释迦牟尼佛示现成道时候讲的《华严经》，让他来看看。他一看到这部经啊，就功高我慢的念头立刻就消除了。佛讲这个经有多少呢？他说了，3000大千世界未成寂，1世天下未成品。释迦牟尼佛二七日中所说的3000大千世界，我们过去总以为佛讲的大千世界大概是一个银河系，一个银河系已经就非常可观了。黄念祖老居士说，
他说一个银河系是佛经上讲的一个单位世界，不是大千世界。如果要是依他这个话来讲，那一个大千世界多少个银河系？十万亿个银河系才是一个大千世界。比喻里面说，把大千世界磨成微尘，一个微尘算一计，印度古印度人计算文字，它跟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计算单字，这一部书啊有多少字？印度人不是的，印度人算句子。四句，不管句子长短，四句就叫一首偈，就叫一偈，他用这个做单位。那么这有多少个四句呢？是十个大千世界磨成微尘。你就想这部书多大。我们地球没有办法容纳了。佛何以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说出这么多这么大的分量？佛法告诉我们，时间不是真的，是假的。时间跟空间都不是真实的，都是虚幻的。所以一刹那可以扩展为无量劫，无量劫可以浓缩成一刹那。这是不思议的境界，我们凡夫没有法子想象的。这时间不是真的，时间和空间都不是真的。这我们在唯识佛法名门里面看到，他把时间和空间都归纳在不相应刑法里面。不相应刑法一共有24类。什么叫不相应呢？我们现在人这个说的话了，叫抽象概念它不是事实，是抽象概念。所以时间跟空间呢，用现在人的话来说是抽象概念在佛法里面叫不相应现法，没有长短呐。长短是从你概念里面生的我们生活在很苦的时候，所以叫度日如年，就感到时间很长；欢乐的时候，感觉时间很短，这么一下就过去了。我们从这里能够体会到，时间长短是从你概念里面生的它不是个真的东西，不是实在的所以佛能将长时间浓缩成短时二七日中三七日中从从容容说出圆满的教学我们佛家讲是圆满法轮，现在因为法轮功搞我们混淆不清，咱们换一个名词，不要用法轮，圆满的教学龙树菩萨看到这样子这就呆了那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了他说这部经阎浮提众生没有能力接受，
这讲我们这个世界，没有人能够接受啊。那么再看呢，还有中本的。中本大概是解药啊。大经的解药啊。看了分量还是大，我们还是没有能力学。再看下本，下本是什么呢？大概像目录一样。他看得很欢喜。下本是纲目啊。这个东西有一点像类似我们中国历史，我们拿这个来做比喻大家好懂。中国的正史现在是25史。大概总共3000多卷。我们要放这个厨子，大概是一个厨子这样能放得下了。中国一部历史，我们感觉的分量太多了，这个恐怕很难读。难读有简单的。那个简单的呢，《资治通鉴》就比较简单了。摆起来大概是我们这里一个。这就浓缩很多了。《资治通鉴》呢，虽然是简化了。可是还是不便于初学，所以古人对初学编中国这一套历史，编了一套教科书，叫《纲鉴》。《纲鉴》就简单了。现在精装本3本。所以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华严经》。是龙树菩萨从龙宫里面带出来的，什么本子呢？就纲鉴一样，目录啊。每一句就是一个标题啊，内容非常丰富啊。所以这一部这个华严经本展开来细说，就是3000大千世界未成记今天浓缩成这个样子，成这种本子那么他将这个下本华严10万诵就10万记40品带到人间来了，所以我们世间才有华严经，这华严经是这么来的因此现代人不相信，现代人说这个是龙树菩萨造的，不是佛说的现在人不相信有龙宫认为这是神话这个是没有证据的这是神话。可是我们细细看看，如果华严经果然是龙树菩萨造的，那龙树菩萨就成佛了完全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我们要相信。所以现在有一些小臣他们反对说大臣非佛说反对的音声，反对的浪潮源源不断佛法修学完全在乎自己，所以一定要善根福德因缘善根能信能接受
能相信，能够理解，这是善根。福德是肯做，肯依教奉行，这是福德。有没有机缘遇到接触到，这叫因缘。没有这三个条件，纵然遇到了，也等于没有遇到。所以要能信。那么到底有没有龙宫，有没有大龙菩萨呢？我们相信的人是肯定有。世间我们凡夫不能理解的问题太多太多了，你不能说没有见到就否定他没有，这个太武断了。实在说，明明见到了，你也不敢说他真有啊。我们的六根靠不住啊，见闻觉知都靠不住啊。如果坚持啊，相信我们自己这个六根的能力，决定搞六道轮回啊。佛在经上劝导我们，到什么时候再相信我们自己呢？证得阿罗汉果之后，你才可以相信你自己的意思，你的看法，你的想法。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之前，佛就肯定我们的想法看法全是错误的。佛说这些话我们听了有什么样的反应现在大多数人听佛这个说法摇头啊，佛说这个话太武断了真正修学其如这个境界的人，听到这个佛说的这话，点头相信啊。在礼仪上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华严圆觉说得更好，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从礼仪上说，从事上讲呢，六道凡夫迷失了自信不是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能，没有相好，你有啊，你迷失了迷失了之后，这就变成无明我们现在人讲妄想。有妄想，更深一层就有分别，有执着在佛法里面讲无明、尘沙烦恼、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是分别，见思烦恼是执着因为有了这些东西，所以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变成三途那么换一句话说，三途六道十法界是虚妄的，不是真的。这《金刚经》上讲得很好，如梦幻泡影
啊，真实的那是一真法界，那是真的，永恒不变。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净土经里面看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那是真实的，那是不变的。啊，如何我们能够证得真实，见到真实呢？佛说的很简单，心真境界就真，心妄境界就妄，境随心转。我们今天用妄想分别执着，这是妄心，现出境界是虚妄的。如果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你的真心就现前，境界就转变了，就是一真法界了。那么由此可知，无量无边的这一境界，正是现代科学家所说的不同维次的空间呢，跟佛所说的一对照，我们就明了了。啊，一真法界在哪里？就在此地，不是别的地方啊。就好像我们现在看电视一样，啊，电视有几十、几百个频道，啊，所有画面在哪里？都在这一个荧幕上。你播哪一个频道，现哪一个画面？啊，设法界的画面都在这一个框框里头，没有离开啊。啊，设法界一真庄严，那就好比不同的画面。啊，频道在哪呢？频道在我们的念头。啊，诸位细细去想想这个道理。啊，那么佛告诉我们，频道是虚妄的，画面也是虚妄的。啊，频道是虚妄的，《金刚经》讲的三心不可得，这就说明能变的是虚妄的。啊，所变的是境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都不是真实的呀。都不是真实的，你要执着它是真实的，你还要想得到它，你说错中之错吗？啊，你知道这个一切是虚妄，啊，所以菩萨修行看到老虎饿了，能够舍身去喂它。他知道是虚妄的吧？啊，这不是真实的吧？这个身为了老虎了，另一个境界又出现了吧？啊，换一句话讲，我们看电视换个频道嘛？啊，有没有生死？没有生死啊。邪身受身呢？觉悟的人换个身体，就像我们换一件衣服一样。衣服脏了，脱掉换一件吧。啊，所以觉悟的人呢，在舍身受身呢，就跟我们换衣服一样，没有恐怖啊，没有顾虑啊，欢欢喜喜换个身体啊。啊，诸佛菩萨在六道十法界里头度众生。我们看到像普门品里面所讲的，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实现什么身，啊，那就好像我们到哪个场合，哎，应该穿什么衣服我们就穿一件去了，就这么样的自在啊。
来去自如啊，一丝毫障碍都没有啊，想来就来，想去就去，叫生死自在啊，应化自在。我们今天为什么变成不自在呢？我们的业力所束缚了啊。业力是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这业力啊。所以本来是自在的，现在变成不自在了。啊，佛教导我们没有别的，无非是转业力成愿力。我们从这里转呢、怎么个转法呢？许多人问我，我也常说从坚固执着、自私自利这个地方开始转转成大公无私，转成是为一切众生你看我们迷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身体一切都为我，一切都为我这个身体。念头一转呢，我到这个世间带这个身来干什么呢？身为一切众生服务的，那就是佛菩萨了。佛菩萨现身呢，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一切众生的这个身的时候，是一切都为我这个身的，你说糟不糟糕？错就错在这里我没有这个身，我这个身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我在哪里呢？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我，这是佛知佛见呐。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我我这个身呢要为我服务他这真的我找到了，真的我是一切众生是我，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我，这个身才真正为我服务不是为人呐、我跟人对立了那要是套六祖慧能坛经上的话了，那我人是二法，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法，你们想想这个话的味道所以什么叫佛法呢？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体，这是佛法你在这个里头分自分他，这就迷了是觉悟的人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你们想想立妄想分别执着是什么样的境界那就是大彻大悟的境界了这也有很多人问呢觉悟是什么样子觉悟的样子说不出来觉悟的样子就是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浑然一体大乘经上有说觉悟的样子佛讲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那是觉悟的样子，觉悟的样子是共同一法身这一句话就是我们现在所说虚空法界一切众生
是一体，共同一法身一体。我们怎么能不照顾一切众生？照顾一切众生是照顾自己，不是照顾别人呐。现在人说这么吝啬，坚固执着，他把人跟我分成两段，那个不是我。这个左手有灾难呢，右手决定不肯帮忙，为什么呢？那不是我，这才是我，这不是我，这叫迷惑颠倒啊！你看佛家讲慈悲，为什么叫同体大悲？你想这什么意思？同体，佛与设法界一切众生同体呀。所以他那个大悲心是自然升起的，没有条件的，无缘大慈，缘就是我们今天讲条件，没有条件，照顾一切众生，帮助众生，没有条件，什么理由？没有理由，没有条件，一体嘛，不是一体，那才叫有条件呢，才叫有理由啊！为什么理由？什么条件呢？一体什么条件？什么理由？我们右手不幸受了伤了，左手赶紧去帮忙他。你问他什么条件？什么理由？这个佛的语言呢，实在讲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没有法子体会。为什么不能体会呢？迷，怎么迷的呢？过分的执着自己。所以这个世间有人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这句话说的不无道理。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很喜欢历史，二十五史从头到尾翻了一遍。有人问我，这个历史上讲的是什么？历史讲的是人类生活的经验，如果从迷惑颠倒里面来说呢，那说的很不好听啊，狗打架了，你争我夺，到后面怎么样？一场空。如果从正面来看呢，它给我们的智慧，给我们启示。你能够了解过去，你就能够知道现前的状况，你就知道怎样应付目前的状况，死时。它提供我们经验。从经验当中，我们领悟到了打架不能解决问题。
啊，我们从这个地方要觉悟啊。啊，为什么呢？打了几千年了，问题还没解决。啊，什么能解决问题呢？王道才能解决问题，霸道不能解决问题。啊，王道是什么呢？佛法里面讲的真诚的爱心。所以我们学了佛之后恍然大悟啊，佛法解决问题了啊，怎么见得呢？华藏世界没问题啊，那么大的世界，那么多的众生，彼此都能够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啊，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解决问题了，极乐世界没有战争，极乐世界没有人造恶业，极乐世界人人都能够互相尊敬、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啊，没有问题了。王道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世界要想解决这个世界问题，要能够使这个地球永远安定和平，人民都能够幸福快乐，要圣贤的教诲。70年代英国汤恩比博士讲的那个话，要解决21世纪的问题，只有大乘佛法与孔孟学说。对呀，啊，21世纪是个什么世纪？啊，汤恩比为什么不说以前，不说以后啊？单单说21世纪。21世纪是科技发达、资讯发达、交通便捷的一个世纪。地球上生活的这些人，关系密切了。互相往来频繁，接触频繁，那么要这个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种族啊、不同的宗教信仰，大家住在一起能够和睦相处啊，平等对待，要靠孔孟学说，要靠大乘经典的教诲，特别是华严经。所以从前方东梅先生晚年在台大，在辅仁大学博士班开课，他就开华严这些真正有远见的真能解决问题，入佛都讲求是破迷开悟啊。什么是迷呢？自私自利是迷。什么是悟啊？舍己为人是悟人人能够舍己为人，天下太平了啊。每一个人顾到自己利益，像孟子所说的上下交真利而过为也。今天这个世界啊，上下交真利和地球为也那个为意是世界末日就到了
每一个人都在争利，还得了吗？啊，争名夺利不得了啊！啊，人人都能够放下名利，天下太平，自己真幸福啊！名利放不下。你想想看，他心里头多么忧郁，多么烦恼。啊，谚语常说，忧能使人老啊。啊，老病从哪里来的？都是放不下名利来的。名利放下，人就不老了。每一个人都想自己健康长寿，偏偏不走健康长寿之道，啊，走衰老多病短命之道。那什么话是办法呢？没法好说嘛。啊，所以佛教给我们这个道理，我们要晓得。世间人之危惧苦难根源从哪里来的？啊，离苦得乐，啊，乐又从哪里来的？啊，大师在这里说啊，菩提涅槃安稳无为也，这是真乐。那么什么叫菩提？什么叫涅槃？这些话很难懂，古人的注解也不好懂。那么我把它换一句话说呢，大家就好懂。菩提是看得破，涅槃是放得下，这样解释你不好懂了。啊，符不符合菩提涅槃的本意呢？本意就是如此。菩提是智慧也。啊，古人翻译翻成觉，菩提是觉。看破就是觉，看不破就是迷呀。啊，涅槃翻作灭，啊，苦集灭道，个灭就是涅槃。啊，灭什么呢？灭烦恼，灭生死，生死烦恼都没有了，这叫涅槃呐。放下就没有了嘛。哎，你们想想看，怎么灭烦恼？啊，烦恼是什么？烦恼是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人我是非。你把这个人统统放下，不就是涅槃了吗？啊，我讲的这个话好懂，大家容易学。啊，这些名词不太好懂。啊，古人的注解你看看不懂，不懂他的意思。啊，看那个注解 越看越麻烦。啊，其实很简单。啊，看得破就是菩提，放得下就是涅槃，安稳无为也。你把生死看破了，就没有生死，生死也无为了，也欢喜了。啊，知道真实的状况，真实的状况没有生死，人的生死换一个境界而已。啊，所以
明白事实真相的人，修善积德，他将来转变换的这个相啊，越转越好啊！啊，不晓得事实真相，只图眼前的名闻利养，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他将来来生转世的时候，越转那个相就越差了。你看人相转成畜生相，转成恶鬼相，转成地狱相，越转 越往下堕落啊！啊，这就是迷惑的人啊，明白的人越转越殊胜。啊，无量寿经大家念的很多，常常念的，无量寿经上有比喻，那个比喻我们常常想到啊。啊，他比喻譬如世间一个贫穷的乞丐站在帝王的旁边，这两个像很明显的你就能够看出来啊，那不成比例啊。这人间的帝王如果跟忉利天王站在一起，人间帝王就像乞丐一样啊，忉利天王像个国王啊，忉利天王要跟夜魔天王两个比呢，啊，那忉利天王就变成乞丐了。比到最后啊，大梵天王这福报最大的了，跟极乐世界往生的那个人比啊，也像乞丐一样，说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人那个福报之大了，向好光明啊！啊，大梵天王都不能跟他相比啊。那么这就是我们明了这些事实，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如何争取真实光明美好的前途啊，这一生当中短短的几十年算得了什么？但是这个短短几十年是我们这个苦乐关键的所在啊！你是愿意把自己往上提升，还是给自己往下堕落啊？佛在经上常讲，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得人生闻佛法，你就有机会把你自己向上提升。这个缘就是我们现在人讲的机会，不容易遇到啊！所以既然遇到了，最要紧的幸福啊！我们今天虽然是都叫佛教徒，相不相信佛？不信啊。我过去跟李炳南老居士学习的时候，我在他麾下前后十年了，我接受他教诲，一年三个月啊，我这个出家的因缘成熟啊。我出家因缘是遵守张家大师的教诲啊。我曾经跟大师说过啊，大师劝我
学佛。他曾经问过我，问我，人生在世要做些什么？我回报他了，人生要为社会大众服务，帮助苦难众生。他点头说好。他说要达到这个目的，学佛了比从政好。他说从政，如果你一个错误的政策，你会害很多人。他说佛法里头有百利而无一害。我听这个话很受用，所以决定走弘法利生的这个道路。然后老师告诉我，就好，你这个下这个决心很难得，但是你不要去找师父剃度。我说奇怪了，想出家不找师父剃度，那怎么出家法呢？他告诉我，你要找师父剃度，那个师父不肯给你剃度，你不就生烦恼了？我一想没错，是啊，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你求佛菩萨，你有一个诚恳的心，求佛菩萨了，佛菩萨有感应，他教我这个方法。所以我发心出家放在心上，没有说出来，也不跟任何人讲。果然呢，到时候有出家的法师来找我，请我出家。我说奇怪，还居然有人来找我出家了。找我出家我没答应他。以后又来了。两个月当中来了九次，这个很诚恳了，所以我才答应他。我出家是师父派人来请我，请了九次。我把这个事情告诉李老师，李老师才同意。所以这个时候求感应这个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一生佛菩萨替你安排，自己用不着操心。自己操心就会有烦恼，佛菩萨安排多自在呀！所以我出家就没有享受戒。为什么呢？等佛菩萨，等感应。我出家两年之后，才有人请我去受戒。那个时候受戒还要交钱呢，交费也不像现在是免费了，还有供养呢。我们那个时候出家的时候交受戒的费用要交500块钱，500块钱在那个时候是很大的一个数字啊。有人替我出钱，有人来请我去受戒，我才去了。所以全是被动，不是主动，这个都是说张家大师的教诲。所以要信佛了。一定要依教奉行呢，你不信，随自己意思去做，麻烦就大了。那么佛教菩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六个原则，六波罗蜜，我们有没有依教奉行？第一个布施，用现在话说，为大众服务，我们是不是真心为大众服务？见到别人有需要，不要人家开口
我们有多少力量，就要帮多少力量的忙，尽心尽力帮助他。啊，世间人确实啊，这自古以来常说善财难舍啊。啊，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赚来的，哪有那么轻易去送人了？这里就不晓得一个道理啊！你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你怎么赚来的？前生布施的啊，财布施是因呐，得财富是果报啊。你前生布施的多，你这一生呢得的就多；你前生布施的少，你这一生得的少。你前生布施的很痛快，你这一生赚钱很容易，不操心，钱源源就不断就来了。过去布施啊，布施的很苦，啊，很不容易送出去，送出去又后悔，啊，那么你这一生还是能赚得来，赚得很辛苦，就这么个道理啊。这佛在《大小乘经论》里讲的很多啊，啊，我们明白了。啊，我们这一生生活过得非常艰苦，啊，知道什么？前世没有修财布施啊，啊，所以生活这么艰难，这么困苦啊。啊，我在台中求学十年，啊，早期我15年，过的那个生活是非常非常艰苦。没有福报啊！啊，我自己晓得。啊，现在看呢，你们看到我这很自在，是吧？这个福报是学佛以后，我明白了，我开始修的。啊，所以我这是现世修的，现世得的果报。啊，蒋经国就任第六任总统的时候，我们在台湾举办了一个人王护国法会。啊，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华藏法师会，我们这个会呀也办了一个祭祝福，我们讲人王经，啊，讲了20天。有一天，我在中国佛教会遇到甘珠，啊，甘珠和佛跟我也是老朋友，啊，他大概大我20岁的样子，啊，他把我叫到身边，告诉我，哎，他是净空法师，他说从前呢，我们都在背后讲你，我说讲什么？你也很聪明啊，可惜没有福报又短命啊。啊，我说这些不要背后啊，当我面可以讲啊。我说我知道，我很清楚。他说你这几年呢，讲经弘法的功德很大了，你的命运转了，不但你有福报啊，而且你还很长寿啊。这甘珠给我讲。啊，第二年呢，甘珠和佛就往生了。这个是密宗里头啊，很少的一位善知识。啊，他也是张家的学生。啊，所以我们懂得了，要真修啊。啊，欢欢喜喜修布施。决定不要吝啬，决定不要考虑明天有没有，不想这些事情。越施越多，啊，多到现在怎么样呢？现在没地方施了，啊，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啊，所以我才想出来啊。
到大陆上去印石经了。啊，房山的石经，我要求印1000套。啊，分送给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图书馆，啊，大学图书馆。这样啊，这套经典就会永存在这个世界，不会丧失掉。啊，宗教局接受我的请求，啊，我很欢喜啊，啊，印这部经，那我要布施一大笔出去了，啊，从想大的人慢慢把它消掉啊，啊，可是这边消掉，那边就来了，来的更多啊，啊，这个事实证实了。佛在经上跟我们讲的，财布施，越施财越多；法布施，越施越有智慧。啊，聪明智慧增长嘛。无为布施，健康长寿。啊，我相信呢，我真干呐。哎，果然就得这个果报嘛。啊，非常可惜的呢，学佛的人很多不相信，啊，还是善财难施，啊，还是要顾虑到着明天生活怎么办，明年生活怎么办，天天打这些妄想，啊，而不知道事实真相，啊，因缘果报的大道理啊。哎，你透彻了解了，你就会非常痛快，非常欢喜去做。啊，这个我们没见性的。如果明心见性的，自信里面的财宝无量无边。啊，那是称性的了。啊，我们现在是修己的。啊，所以你一定要懂。佛所说的话句句真实，没有一句是欺骗人的。啊，那么施有报，得到这个果报了要赶快施，啊，绝不可以说得到果报就不肯施了，不肯施你的果报永远就是这么多。所以佛家有个术语，这个术语现在社会上普通常用啊，舍得。舍得是佛家语。这个语两重意思。啊，第一个说舍，下面你就有得。啊，你布施后面就会有得到。更深一层意思呢，你所得到的还要舍掉。啊，可不能留。留了怎么样呢？留了你出不了三界。啊，得到的那个也要舍掉。啊，所以这一句话呢，两重意思啊。啊，你舍一定有得，大舍有大得，但是那个大得要舍得干干净净。啊，一丝毫都不能留。你才能证得法身呐，你才能证得菩萨果地呀！啊，别说菩萨果地了，声闻果地都要舍。啊，你要不肯舍的时候，声闻果都不能证得。那么换一句话说，你永远是六道里面的凡夫，充其量得人天福报。啊，就到天上做天王。为什么他也肯布施肯舍，没有舍干净啊？舍干净呢，他就出力了，啊，他就不在六道了，他就到四圣法界了。啊，这些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所以放下，帮助你开智慧，啊，帮助你看破。
看破呢，帮助你放下。菩萨道了，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啊，要是说穿了，无非就是看破放下，放下看破，相辅相成，没有别的。给你讲经说法，说的再多，智慧，智慧开了。祖师大德告诉我们，《华严经》在哪里？为什么说十个三千大千世界未成寂？那十个三千大千世界还是比喻，不是数字。啊，要是数字，也不是很大的数字，那是比喻无量无尽的意思啊。智慧开了啊，你六根接触的那都叫华严。一一法都含无量意，不是死在这个经书里头啊！啊，我今天如果是基督教请我去讲经，我给他们讲新旧约，我所说的是大方广佛华严，啊，但是用他的经本，用他的文字，啊，一个字都不会错误。我讲的意思是大方广佛华严，啊，就知道啊，没有障碍呀，啊。啊，为什么我有障碍呢？分别执着没有了，障碍就没有了，就通了，虚空法界全都通了。所有障碍都是迷惑颠倒分别执着，啊，所以这里头产生许多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行为，带来啊不如意的果报啊。啊，万恨为其因道，啊，万恨就是讲日常生活，啊，日常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啊，都能够与菩提涅槃相应了，这是因呢，啊。啊，我们再说个简单说法，大家更明了。我们的生活、工作，啊，应酬。都与六波罗蜜相应，果就是菩提涅槃。啊，所以六波罗蜜要落实在生活里头啊！啊，我们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布施就是为众生服务。牺牲奉献，持戒就是守法，啊，守法守规矩，啊，做事情有条不紊，啊，忍辱是耐心，啊，精进是不断的求进步，啊，禅定。是心有主宰，啊，不会被外面境界动摇。般若是智慧，对于一切事理，啊，一切因果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就是把六波罗蜜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
啊，落实在生活当中，这个就叫菩萨行。我们的生活是菩萨行，我们的工作是菩萨行，我们处事待人接物也是菩萨行。果报就远离众生所有的畏惧恐怖，你所获得的是如来果地上的菩提涅槃。所以啊，解决我们现前问题，解决一切众生的问题，解决二十世纪的问题，确实华严是非常有效果的教导。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